哎，有有有！哎呀，我包包包！哎呀，我的脚！憋死你了！你干嘛呢？发个火山小视频，只要一上传，至少挣几百块钱。上次我挣好几百呢。怎么挣？看到没有？就把这火山小视频网上一发，我跟你说，那火的层层的。而且新用户要是下载火山小视频的 APP， 还能领红包呢。这么神奇啊！这都用火山小视频吗？你别这么太 low 了。我下一个，我下一个我也挣钱。要坏了，手机没电了。经济遭受损失了。哎，轻点，这么多人呢。哎，大哥，你手里帮俺捡一下行吧？这么多人呢，我蹲得下吗？那这样，你帮俺提个来。大哥。你手里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咋样了？老婆，老公，你到哪儿了？老婆，我已经上地铁了，你等着我，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快点，我这就要生了。好嘞。列车到站。哎呀！哎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呀、啊！这有孩子呢，别急。哎！哎呀，咋还没电了？哎呀，儿子，没事吧？再坚持一会儿啊，咱一会儿就到了，好不好？哎哎。啊？我长这么大是头一回看见睁着眼睛睡觉的。啊，昨晚太困了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素质太差了。不，你啥素质啊？多味儿啊！味儿啥呀？我也没吃蒜呢。不，怎么你还想吃蒜呢？这韭菜盒子味儿就不小了，多香啊！你帮我干啥？你刚才扒拉我干啥？我让你给大姐让个座，你咋不让呢？那我凭什么让呢？行，我让，谁让我比你有素质呢？你给我坐下，显得你素质比我高呗。素质就是比你高。我素质比你高，大姐坐我这儿。妹子坐我这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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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姐，要不坐我这儿？坐下。啊。我说他没说你呢，我下车。列车到站。别动、啊、坐我这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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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坐我这儿，我坐这儿。坐我这儿。还是坐在我这儿。哎呀，当好人的感觉真爽。那好像我大哥你也是好人。哎，别动啊！我手机没了。不是，瞅啥呀？我两只手抱着孩子呢。来，给我站起来！来来来，起来！把我手机拿出来。大哥，俺没拿着手机啊。我手机就揣后屁股兜，刚才你撞我一下，手机就没了。把手机拿出来了。这是俺手机啊！这不就是我手机吗？这怎么能是你手机呢？我手机没电了。我手机。怎么了？说什么？你让他亮一个我看看来。你这种人怎么？我自己手机我不认识吗？手机什么样？你看看是不是跟我手机一样？哎，外哥呀，啊，没问题，这500万你就打我账户里也行。你手机不是没电？对呀，我手机都没电了，你咋打进来的呢？